你不要太过分哦，我是为了永兴在忍你。没错，是我找到的。看来是您放过你状态，那个婚戒肯定有问题。说好要说的越简单越好，想太仔细容易有破绽。丽丽丽在想怎么处理我了啦。如果永兴永远都不能接受我，你愿意继续等？书三定姐妹们追吧，东森戏剧40台与 MyVideo 同步首播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坤达。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和我一起支持姐妹们追吧。